今天的节目是开箱50块的便当哎，哇，10块真的是。看50块可以吃到什么菜？对、啊，我们云林50块其实吃得到蛮好的便当。真假的？云林还有。我们去工作的时候，你先叫他菜饭50块的菜蛮丰盛，还会加蛋。哇，那如果要加鸡腿可能会到70-80块，七八十。可是台北的话要加鸡腿可能都要800-100，一定破百。哇，我记得100以内的好像大概要4年前才吃得到，现在4年前，对，4年前他才可以吃得到100块以内、哦、现在便当动辄都是破百。刚好我们工作室附近就有一家，他外面写50元起哦，那看看50元是什么。对啊，我之前也有被雷到哎，他写50，我以为是50元，结果给他叠一叠，100多。对，所以那个起字都会写特别小。可是不管怎样，我们今天就讲50块。对，我们就直接跟老板说，我要50块就对了。对，不要起。对，我不要起。看50块可不可以买的加到肉？哦，对不对？有机会。其实菜现在比肉贵了，有的比肉还要贵。所以我们要实际看看。老师，有些素食的也不便宜。对呀、啊，素食比肉还贵。对啊，有些素食不便宜。的东西其实都是很精致，而且菜现在说真的，原物料一直上涨，然后菜其实有一些像如果说天气不好，对啊，气候不好，然后那种种植就不容易生长。对啊。对，就全球暖化。对啊，你看今年现在几月还很热哎，现在都已经现在都快年底了。对啊，老师小心啊！你看我现在这样子，我还流汗呢，真的啊，可能是我变胖喽。我们要2份50元的，就50元。他的不要饭。不用老师，他的不要饭，他的不要饭，我不要饭，你不要饭，你挑六样菜。哇，你可挑六样菜，50元，带走哈、哦。对对对，这边吃，这里吃啊。对，老师可以挑六样菜哦。好好，对，那或是你要4样菜，香肠饭或是狮子头饭。是啊。那6样菜，花椰菜，这个叫豆芽菜，对，没关系，放掉，我是帮你吃的啊，萝卜。萝卜，看到你太漂亮，你讲不出话。看到你太漂亮，你的刘海太好看了，你空气刘海太好看了，太漂亮。没有，他身材超赞。哎，那还有一个，还有肉吗？1、2、3、4，还有两个。那哇，这个我要这个，对。老师真的超屌。真的。这样子你们要怎么赚钱啊？对呀。如果你不要，可以送他。老师要吃粉丝。粉丝。好好。还是卤蛋。好，卤蛋。卤蛋。对。50块。哇，你看。50块。50块耶！这真的是。我要饭的。我要饭的。佩娜，你不要要饭啊！要饭。我要饭的。你要要饭是不是？要几？我可以选几个。3样菜，然后1菜。哇，这么屌！哇，你要5样菜。我要3样菜，1个2菜。粉丝，这么大。但是你的50块只有香肠跟狮子头。好，我要狮子头。啊，狮子头，狮子头。哎，老板去加热了。狮子头在动物园。狮子头。粉丝，啊天，可以拿去吃。哦，花椰菜。健身，人家已经好扯哦。对，我吓到老板说加一只鸡腿就多少？加一只鸡腿可能就破了，破百了啦。80加鸡腿80。80，你看这个很大哎，哇！对。天哪，在外打拼的福音呐，这个扯啦。对。啊，省钱就来吃这一趟。我还以为50块骗骗人的，还真的是50块。我这五有啊。没有。哇，你看。这是哇，这太多吗？这是啊，那个是360度很屌。对对啊，老板娘太漂亮了，把路走。老师菜超多的，对，不吃饭，所以越来越横向发展，水肿，应该。
珍珠奶茶，我要戒了。你要戒一阵子，老师有一阵子来工作室每天喝珍珠奶茶，我觉得一天都喝到两杯，现在不行，要节制，要对身体不好。珍珠奶茶，我觉得一天都喝到两杯，等一下再点一杯。好，等一下再点一杯。说到就要点到，其实我想要喝夏目，这边不知道有没有。花木你吗？嗯，好，我帮你找找看。哦，我喝这个。哦，谢谢。真的，谢，这好怪哦。对，好怪。你们要配对一下。混血。你单身吗？哪里混血啊？怎么了？啊，可惜呀。那单身吗？大家都很幸福，最近。嗯，百年好喝。百年好喝。不过我觉得没有。那还好，好吃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以前有来过吃过，很久。我很久。很罪恶。我看现在有话说，有说话搞吗？有。我跟你讲，现在食欲越来越小了。这一家店真的是很划算，在四楼的一个，那叫什么？文林路上。50块，而且还真的50块，真的50块。大家像这种经济萧条的人，我吃超饱。他吃真的也，我们两个都是50嘛，没有，他没有超过，没有超过1块钱都没有。大学生要省钱，然后刚出社会，刚出社会工资又少，就可以来这边吃，而且青菜很多，很多应该吗？他蛮满足，大家有看到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想要飞那个情侣的频道，请在下面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我们下次见。